乒乓球是哪个国家发明的？乒乓球是我国的国球，也是世界上比较流行的一种球类体育项目。很多人会认为乒乓球是中国发明的，其实并不是，它起源于英国，因打击时发出乒乓的声音而得名。在19世纪末的时候，欧洲流行网球运动，但是受到场地和天气的限制，英国的一些大学生便将网球移到室内，用餐桌作为球台，书作为球网，羊皮纸做球拍，在餐桌上打来打去，这也是最早的乒乓球雏形。乒乓球出现后不久便成为热门的球类运动，到了20世纪初，乒乓球运动在欧洲和亚洲蓬勃地开展起来。1926年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国际乒乓球邀请赛，这也是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。